十二生肖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元素，将生肖和翡翠结合起来雕刻成翡翠生肖，是我们对传统的一种继承，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。在这一期，我们和大家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本命生肖，一起领略翡翠生肖的美。翡翠鼠寓意机巧聪明、仁慈乐观，配有金钱的图案为金钱鼠，象征富贵发财的属鼠人。翡翠牛寓意勤劳致富，购买股票有牛市的寓意，佩戴参与的人能够赚钱发财。翡翠老虎比喻威武勇猛，显示一种实力，象征勇敢向前，畅通无阻。翡翠兔子是人人喜爱的动物，温雅美丽，兔子象征机智聪慧，寓意美好。龙能够星云布雨，利益万物，佩戴翡翠龙牌象征着顺风得利，为人上之人，同时也有事业兴隆的意思。翡翠蛇代表小龙，经常佩戴能够顺风得利，有君子之德。翡翠马寓意马上发财，马到成功，马上封侯，马上平安。翡翠羊寓意吉祥，三羊开泰，有吉运之兆。翡翠猴寓意聪明伶俐，也是封侯做官之意，与马在一起寓意马上封侯，与印在一起寓意封侯挂印。翡翠鸡寓意大吉大利，翠雕锦鸡寓意着锦绣前程之意，金鸡报晓，吉运来临。翡翠狗寓意着做事敏捷忠诚，有着吉祥狗、富贵狗、欢喜狗的说法。翡翠猪寓意步步高升，金榜题名，福猪吉祥，祝福平安。十二生肖翡翠讲究做工精致，造型丰富，寓意更是美好。如果在本命年佩戴一款自己的生肖玉器，可在本命年趋利避害，事事如意，也可保佑一生平安如意。好的，家人们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恩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见。